诸位，我们雅望啊，想敬大家一杯，跟大家道个别。雅望啊，不喝完可不太礼貌啊。你走吧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唐小天，你疯了！夏沫，我警告你，离小雅远一点，你是他弟弟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根本就不会认识曲蔚然。住手！放开他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就偷偷跟你一起过来了。走，你跟我走。我的事儿你少管。唐小天，我们聊聊。好啊。叫救护车！大王，大王！大王，大王，舒阳，你醒醒！舒阳，你别睡！什么呢？作品集。找那儿干什么呀？来，快把药喝了。嗯，给你。嗯。你要去找工作？嗯。我的盛会是时候该重启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呢？再好好休息休息。妈，你不懂，就得忙起来，就会好起来的。先别谈工作上的事啊，来，把药吃了。啊，我支持你。来，把药喝了。那我喝一口啊。苦死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？一吃药就喊苦。不是，那我小时候每次吃药你都给我个糖呢，现在都不给我了。